那神奇的传说总能让我激动万分。哎，猪大鸡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故事还没开始呢。精彩由我掌控。快点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大家都等不及了。下面请大家一起欣赏日月潭的传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宝岛台湾有一个美丽富饶的大水潭，小动物们在大水潭边过着无忧无虑、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对，就这样打出去。小龙打得好。谢谢师傅的指点。其实你要感谢这个太平盛世，感谢美好的天地万物，感谢丰富的食物。是，徒儿铭记在心。突然有一天，水潭里来了两个大坏蛋。我讨厌这刺眼的阳光，我要把太阳吃掉。对，吃掉它，吃掉它。到了晚上，我讨厌月亮。吃了它。从此没有了太阳和月亮，万物凋零。太阳、月亮都被两个坏蛋给吃了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简直太可恶了！师父，我要为万物除害。英雄该出山了，但必须先寻找坏蛋最害怕的金斧头和金剪刀。世界那么大，去哪找啊？到一个叫阿里山的地方。好，我先去把它找回来。小龙，为师跟你一起去。听说小鸡要用金斧头和金剪刀来对付我们。太阳和月亮都被我们一口吞了，两只小鸡还不够我们塞牙缝呢。我想我们还是在半路把他们干掉的好。那好，现在就出发。真倒霉，遇上这么恶劣的天气。但是这点困难是无法阻止我们前进的。小鸡们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黄鼠狼，让开，不要挡我们找金斧头和金剪刀的路。我们碰巧知道那两样东西在哪儿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好吧，那就信你们一次。马上就要到了哟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肚子疼得厉害，我得先方便一下，你们先走吧。那好吧，各位，你们就先跟我走吧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里啦。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
瘦高高，你是在耍我们吗？哎，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我哪敢呢？实际上，金剪刀和金斧头就在你们脚底下埋着呢。啊，脚底下？我想我们需要一把铲子。哎呀，对了，铲子在胖乎乎那儿呢，他也该过来了。胖乎乎，好了没有啊？快点把铲子拿过来！快点，铲子！暗号，嘿嘿，说明小鸡已经到篮子底下了。只要拉动这根绳子，小鸡们就必死无疑了。哎，好了，胖乎乎怎么还没来呀？我去看看啊。胖乎乎，树哥哥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暗号呀？听懂了呀，我有拉绳子呀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我亲自来吧。哼，搞定，走去看看去。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好困呢。那是什么？我就知道黄鼠狼没安好心。小龙，我们快点离开这儿吧。快走。小鸡呢？我们并肩作战，齐心协力，消灭怪物。睡着了，嘿嘿，太好了，让你们尝尝金剪刀的厉害。金斧头和金剪刀来了，快跑吧！瘦高高，我们把日夜还给他们算了。我不管，我是不会把日月吐给他们的。身为军人，就要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。可恶！乖乖束手就擒吧！开招！瘦高高，我来救你！想不到金剪刀这么厉害。嗯，糟了，太阳和月亮还在他们肚子里呢。不用担心，只要我把他们带到水面，就不怕吐不出来。青春啊，燃烧吧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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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我来帮你。嘿嘿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过我吧！救命！不要杀我！救命啊！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哼，你们完蛋了！开招！是啊，胜利永远会站在正义这边的。小龙，快看那边。
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云朵钻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哪里正待在鲸鱼